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柯P传教士，今天要传什么教？后面这一台，这是客户给我来叫他翻新的，重新烤漆，内装要整理，好，连隔热纸、底盘全部都要用，这个要翻新啊。还有各位，如果教友要翻新也可以。好，重点来了，时间要给我充裕，不要太赶，那三天就要好，那我没办法，我可以慢慢做，好，陆续可以接单的哦。对，这样我才有那个有影片，我会算你们比较优惠一点。好，就是成本就会比较低了。对，不优势啊，神车啊，这把神车，2005年的不优势。就是。有啊，因为一期，可是他跑比较少啊，他说跑了5-6万啦、啊，这跟他的家人接过来的，他把它整理好，再开个10年。好，来去贴，来去贴，行行行。柯P现在你要拆什么？我要把椅子拆掉啊！拿起地来。哇，这14耶！啊，你拿不工具啊？不是，对不对？在家可能就自己要用，可能就用棉花扳手啊。拆这个蛮快的，这没什么、啊。我要把这椅子拿出来，因为我要把地毯拿出来洗。椅子拆掉。对。好，对，慢慢来。要不要先溜啊？他本来想改色，后来跟他聊了一下，为什么没有，后来没有改色。第一，换这个很简单。第二，他因为他地毯的是米色，他连 A、B、C 柱都是米色，你要换的成本花太多了。所以我们建议最省钱的方式就是把它翻新，就洗一洗，弄一弄就好。雄心紧又雄心的红款，我也是有良心的。拆起来了。哎呀，你有脚电线哦，要给你贴。安全带有一个感应线，你要拆起来。好，华丽的转身，耶、yeah ！所以它椅子也是要整个拿出来洗的。对啊，听到吗？好，要改善一下椅啊。无啦，你洗地毯。我遐 S 有一只同型座椅呢，即个人客讲迄只送你了无？不是车哦，是椅啊。哦，是椅啊。我甲倒同型赛车椅啊，你该讨论倒落后壁空间较大。你有捌听过咧吼？彩色的，看到倒位就跳倒位，像这电扇接到边贴啊，啊，这就简单，就这样嘞。会不会太快啊？啊，你看，像这台这就是垃圾物哦，其实还好啊，你看哇，这台电容，有电容就是水啉太少啊，水喝太少，所以。今天有点浓，有啊，谁叫不我用？是谁喝太少？有啊，你看客，比较客。哇，太紧，塑胶袋。这椅子都固定4颗螺丝而已啊。这啊，这还拆开啊？这就是塑胶拢夹溜啊呢。哎咻！这样比较，你们应该拍不到。我去，哇，你这就是客车啊，卡榫卡住而已。啊，这个叫几下溜啊？啊，是不是这两颗再结合起来了？行，对吧？起来了。这个车真的是很简单，没有什么东西。你觉得很简单吗？哪里会卡住，猜哪里就对。好，哎，像这拢是塑胶溜啊，尔。啊，你这嘛是哦，这是爱冰块，把它打开就好了。你这刚有要冲喷无？嘿哦，是无嘞。这嘛旧旧的啊，刚无。无嘞，咱起无要求，对不？因为过年要搞啊，没付啊，咱即马爱较赶紧。哎，这一样嘛。对啊，小看，我们先把它洗好。好，椅子拿出来，我是习惯会用撑这样转出来，才不会去刮到门板。啊，什么车较歹拆？进口的车为什么比较难拆？因为它东西比较紧、较硬、较歹拆呀。较歹拆，你就爱较细腻，较细腻就是有点爱拆较多。去年没做这个，要拆起来。小，这个会比较难拆啦，就是中控台这个有一点难度。啊，
哎呦，没给你啊！哦，那惨。这个很麻烦，这个是塑胶的。好、哦，结果听起不好。好爽。哇！我还没给啊。这个就是拆这样子，只是为了这一个。你还有两个扣子啊，你往下。这里啊，啊，这里啊。可是也要拆起来，为什么要拆起来？没有拆起来，地毯你看它横跨的，它要这样起来，所以这里一定要起来。你有看？哇哇！啊，我知道什么车最好拆了 ，Solio 真的是最好的。对。哇，那么起来，起来喽！有些车，这种车它后面有跨，就要拿稍微用要那个把它剪掉，因为你不可能把中后挡拿下来。可是到时候要魔鬼粘把它粘回去，才不会打开。哦，它里面有钥匙，哇，这样就开了，有没有？这样就起来了。好，就很简单嘛，把周围会卡住的东西，就是像这个，它是这个是塑胶纽扣而已，这样就起来了。它这样是下去就这样扣住，扣掉了，就把情况发挥。蛮棒的。哎呦，好起来了。好玩的呀！电管你来修修哟。对啊，那还是要修电器啊。要把全部的你拆的螺丝，对，螺丝都要放回去。你那怎样多久要拆？拆啊，不你搞阿门。记得是他都要放在内底。对。没有啦，你问啊。这大了。大了以后，这种八粒啊，批评都四粒啊。啊，这。这样，这两条就锁这两条。对，阿都来。有啊，这个这一颗啊，这一颗就是在里面这一颗。Uh-huh. 哇，有没有？这一颗在哪里的吗？我问你们啊，这里都。对啊。你点知道嘛？这米色啊，顾名思义就是这嘛。可是这是大长的，一对，这只，比较有扣子，比较有空的嘛，就是扣这点的。对，哦，就神奇的。其实比较少遇到了就不会了，这样就是过山车没什么困难。不敢说闭着眼睛来修套。我要准备拿起来了。啊，请坐哈，带大家看一下，其实拆起来可以看有没有泡水。像这个、啊，你看整体都干净的，没有，有没有？电动摩托，对吧？垃圾，这个都是正常的灰尘。啊，这为什么这边会有一点湿湿？因为我们在进出一定有带水，那、啊、水会从这个缝隙这样慢慢流下来。如果泡水，这个整个都是这样龙头。它、啊、那个胶是什么胶？我是原厂的啊。对，因为车子也 是防水胶吗？这不是，这钣金的，这钣金的接缝处是这里一块，在这里又一块，它就用贴胶。贴胶。贴胶越多，其实也是可以隔音，隔音的效果也有啊。再来就是防水，水才不会，因为铁板有缝隙，水就不会流了。会隔音是不是全部都给它挡胶？哎、欸，有些会做隔音，就是在贴那个自振垫啊。有，也是一样的步骤嘛，先全部拆掉，然后就像现在一样拆掉。起来了。其实这个还算干净啊，它这个算蛮干净的，真的是感觉上哦，那底的就真的好不多。好，就试试这样。好了，到时候里面要清新性真的还蛮干净的。好了，要起来了。好、哦。它下面有一块那个保利龙。是。阿玲，你的啥有垃圾无？你看这啥？这里面金条车道。好、哦，这一台算不错了，只有一边，有些四个都是。好啊，你来坐地毯了啊！这垃圾都在，来了，喷药水了，药水来了，科P特制药水，平均喷洒在地毯上面，
好啊，这个号称说开了大概5万到6万左右的公里数，公里数我等一下再确认一下。哇，这边你看，我刚刚出脚。好啊，接着驾驶座这边的地毯，哦，就是很自然的使用的痕迹啊。哇，不暖了，啊，喷好了之后让它咬一下，嘎着嘞，嘎着嘞，哎，我都要喷均匀一下，哦，确认一下，嘎起起啊，哈，他再来个试，哇，没得试啊，哇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好啊，洗好啊，洗好啊，哦，洗足久的，终于洗好啊，吼、哦！你看，跟刚刚比起来，哇靠，有没有？哦，这不就哦，那是水较济。好了，再把它晾干，差不多是这样。啊，我习惯会先用风箱再吹一下。哇！刚刚用风枪又吹过了一次，哈、哦，这样其实摸起来表面已经比较干了，啊，这个水壶啊，好，好嘞，对，咱跑个搭，跑个搭把它倒起来，好，收工，好啊，刚刚地毯洗完了，哦，你看，哦，这个真正的使用的痕迹啊，你看，哇，乌咖会发光啦，哇。这个洗就较有挑战性了，好来，我来洗一下。好、哦，这边刷过了。这边故意不刷、啊，这样看得出来吗？嗯，看一下。好，继续刷另外一边。呜呜！哇！哦，来喽！哇！洗好了，哎，科比要创啥？我这足臭的，我逐早起来摸一下椅啊，操场走三年。是啊，无啦，我甲要甲椅啊甲倒起来。啊，为什么？为什么哦？刚创好啊。啊袂啊，啊袂好，你就要倒椅啊。因为无倒椅啊吼，要试车卡，车卡敢有声？我连地毯拢拆掉啊，我看，拢拆掉，所以内底无声啊。里面这样就没有异音的，因为无物件，它洗洗甩甩啊，我拆了啊。今摆椅啊要倒起来，你要从哪啊？没有盖表，小声下去试，试它底盘有没有异音。对，这样算是轻量化吗？对啊，你看着以为是跑那个拉力赛，越轻越。这一样的，你看，哇，安尼先插进来，嗯，你要它转身，转过来，啊，不要去刮到那个东西，喂，摄影机，看两下，哇，要轻量化啊，就可以吃到到，哎，你丢嘞吼，原本这都很整流啊，现在都更整流，真的呢，哦，那以后大家都这样开车就好，丢，可是那里被三人坐啊。记得啊，在锁的时候啊，哦哦，要把四个都要锁上去才可以锁紧。不像你啦，不利啦，万一跑掉一点点呢、啊，你就夹不落呀，就不准，它就硬锁就会伤到牙，八嘎。
所以这样就可以去试车了。嘿，手拿去汽车了。哦，试完车之后地毯干了，好，我们就可以再装起来了，就这么简单。好，好，继续处理。啊，都还大格子哎。啊对哦。告诉啊哈，底盘没有异音的时候，赶快开去贴格子，好，分头进行，马不停蹄。哎，过年前快到了，哎，加油。夜间除湿大法就是用除湿机。我要拿去晒，今天出太阳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。碰一头。晚上除湿，白天就是要晒太阳。太有时候了。应该快，应该你看除湿两个晚上已经快干了。啊，为什么要再晒一个太阳？主要是后面啊，后面这边很容易吸水，太厚，万一有水会吸住，所以要确定晒一晒，这样才有太阳的味道。哎、欸，阿柯宾，你现在去哪里？哦，汽车，是坐汽车，人家讲车较有声，哦，我是坐来汽车，也时常安全带。哎、欸，安全驾驶。哎，咱喷查无戴口罩，人谁讲啊？咱起码安全带最好。啊，总主要我是要倒去哪哦？在呢，你看这挂格子，看这挂起，挂起，看了挂起，那家嘛是挂，有票价，客制化，客人说要贴，我现在去帮他做，来去打，我抓。那个我有请隔壁小陈试过了，他说没有声音，啊，我还是不相信，因为客人说有，还是要试一下，感觉上目前是没有，因为这台车。他从他的亲戚接过来，然后跑60000次了，64000公里，所以就没有什么再照顾，所以他要整理好，整理好之后应该会再开个10年左右，地毯再晒了，对，他再贴隔纸了嘛，对，回来隔地毯干了，就回来就可以放上去，很快。微酷，好，走。没有，这边有价格。耶、yeah, ，下一个，好给我贴哦，好漆哦，教学一下怎么贴，教学，他都给他打给你了嘛哦，没有要洗玻璃啊，要先洗玻璃，对，要怎么洗，要先洗干净啊，不然有杂质脏东西都不行，很沉啊，所以要先有先洗掉它两次，对啊，来喷了胆，嗯，那把它粘上去就好了。很简单哦，对啊，对吧？但是就是干物的这家呢，然后再把多余的水刮掉。啊，大概多久会干？看贴什么纸啊？这个 X 这比较顶级，这就比较慢干。哦，是哦，对，啊，所以越小越紧。含金属，它金属量含越高，越慢干呐。是哦，对。OK， 这样就好了。哦。好啦，今天要来清洗内装哈。你看，这是门缝，有没有脏污？好，啊，里面其实蛮干净的，到时候就也要擦一擦吸尘器吸一吸，因为这是灰尘，还有一些小杂物、脏东西这样而已。好，这个都要洗，有没有？像就哦哎，好，要来处理了呀哈，门帮忙哎哈。四个门，好，像这个那个久了都会脏脏的。脏的有没有？对，处理了呀。撸了去，就要撸而前去，啊，就比较快速，就用什么水枪。亮吗？哦，还可以，还可以。啊，这是需要的。好，等下这个门板呢，会再洗一次，洗完就较袂遐垃圾嘛，好无？看了较水较整齐。好啊，洗完哈，好，这边拖卡嘛好啊，地板也弄好了，好，包
盘后面的椅子，等等，还有后门，哦，等下把它吹干，啊，确认 OK 就没有问题了，啊，就可以把地毯装起来，等下隔壁。阿弟，这三啊，这科比你入水的，你这你用过的，入完就要起来用。哦，哎，多好嘞！如果教友用使用过的比较糟糕的，可以寄给我，我会刷。啊，哎，牧师，你确定？你确定？还是大家我去汽车旅馆拿新的寄给我？那个哦，一口气刷20000多支牙刷，你也看没有？阿弟，你的牙刷比你的赞还要多呢。来看一下，不会点了啊，这种蛮好笑的，10万点阅率。